正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归经，灵宝齐鲁灵山壁，拈花印证好山色，落在中原三星壁，大正四川黄桃心，天真收眼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临帘正开不及途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今在人天中华母，九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随意现，说言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古影三千对河童，婴儿要小归家去，持念当脑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四德西来白羊子，香儿连给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生灾发难不来亲，要想成佛寻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修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益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多下士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八世灵童查得清，三观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藏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锦鲤三十六元驾，五百灵官紧随跟，无住弥勒成大号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清点红华显神通，则起照其遮日月，佛顶身罗七宝星，归正北方为帅所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大救元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两道归家去，转告三阳弥勒尊，吾皇赐令记下身，说无难言归正宗，还有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然大藏经，婴儿上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声东道，持念两遍何朝生，持念三遍神鬼号，黄脸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念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时空一空，二空，再空，三空。
四叩、五叩、六叩、七叩、八叩、九叩、十叩手。来，一起念哦。愿将此功德，愿将此功德回向。然后手放回报，看回向的是。好，好了吗？好。愿生弥勒净土中，愿生弥勒净土中，莲开遍见持尊容，其德不退无上道。在水菩萨下圆湖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四课活动就感恩大家哈，一起配合到这边。那最后祝大家的都能够真的去面对转化，然后接下来各位的功课。啊，大家也别忘了，我这个要带回去可以请回家，没有的话帮我们收两盘哈。那或许学习到这边呢，如果有过程有错误是。师判请先佛是最容宽，不前任为两次给后觉之证。那最后祝大家都能够法喜充满，好好修行，面对转化各自的功课。谢谢。感谢小师慈悲，请听到礼功，归到礼功。